来报道一则喜讯，我国乒乓女将李佳薇要出嫁了。是的，成为李太太之后呢，她还是会继续为本地的乒乓界效力。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。结婚之后我还是会继续打球，而且呢新加坡乒总也好，国家也好，对我的期望都很高，希望我能完成好2012年的奥运会，所以我会继续努力。据了解，双李氏相恋半年之后，去年9月低调地在北京注册结婚。李佳薇最快5月在北京办婚宴，一个星期之后再回到新加坡摆酒。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祥报道。为了筹备即将在本地和北京举行的婚宴，李佳薇携夫婿李超在市区一家酒店拍摄结婚照。佳薇要出嫁了，成为李太太之后，她还会继续为本地的乒乓界效力。记者吴良祥报道。